一样猫三次。啊？好。哦。好。啊，换把刀。对啊，这把是有属性。可以打雷要。用一个吸引仇恨很好。好了，接喽。没钱。哪里啊？哦。我先去尿尿。本来想说进去再尿，然后不对，会被丢包。直接丢到雷狼我面前，然后一毛。我需要更多的虫虫。来看一下有谁。天哪！分上下集的真的可以吗？哎，第二集更新的好，等等休息再看。我不吃一整千了。你吃啊，我都随缘。那个有点差。随缘。吃个属性耐心压压惊。Go go。啊，好了。好。看看十二点前可不可以打到天灵。拔刀动作 ，Ctrl 加 C， 我、哦、白痴哦，掉下来，哎、欸，只是看到了，哎、欸，在下面，我看到了，嘿，好，然后就准备开打了吗？那我要回去，我看到你归回来，哦，不是，那是 Nice， 啊，对不起，我要被看到了，我那拿药，我拿个药，注意一点哦，那只狼。那只狗，你给我注意一点哦，那只狼。不要给我开吼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可开。好。可是我有。等，我还在。我先哦。你准备往。准备好往是吧？你干。抓到一只，两只烂位置，再就抓到一次，再撞一次。啊！好了，点到了，撞哪？没有，我以为可以撞到是那棵树。生气喽！好了，好屁呀、啊！哇！没了哎、欸，三只结束了。啊谁呀？谁了？干嘛？我看。我被抓了，有没有帮我杀个？哎、欸，好像没什么事。哦！哎呦，硬要钻呢、欸！啊，这家弄了。
看到没？我在这。啊，看到了。我讨厌这招。嗯，等下记得把大兵换掉，等下把它丢下去。好喽，哎，又跑了，他自己撞墙哎。追他了，对了，妈还没没，对了，没有啊，我打两发二，没办法，用什么东西？红龙，恶劣有，挂个，嗯，level up， 点出击，这还要再一发。凶爪龙，好，不要被发现。困难，在这里。直，撞他。哦，你会怎么打风龙哦？会冒到一定都是风龙害的。哦，注意啊！啊，红粉尘。有。我两次都来呀。防线！靠！丢大便了！丢大便了！丢大便了！撑一下，撑一下！转吧！哎，他自己转。好。他只好用利用红龙。还没打完哦。怕耍了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时间比较长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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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？不准转，不准转！哇操！哇哦！叫妈妈！没事，我有密钥。大家都不敢投，让给你。对。
晕了，我晕了，一起晕，雷龙龙也晕了，好了，喂，没礼貌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他讲话。还等他转过来，他把头部让过来，我很尴尬。哎，荒野的，我听到我要死掉声音了。有了，终于把头部让给我了。这是粉尘大队，晕了，终于停下来的家伙。晕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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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全，八分，完了。其实我觉得这只有点大，欸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带你去，我会去带你去看流星雨。这是条小路吗？是，所以我很怕，马上跳车。光台耶，让它亮亮啊！我你哪亮亮的？欸，轰哥，熊哥跟轰哥啊，他在地上扭欸。好恐怖哦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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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拿望远镜，我不拿望远镜了。想干嘛？在招他们啊！熊哥，不要，两只死狗。哎，偷了不算狗。我只针对残爪。哦，有残爪，那是熊爪。我只针对那个怎么抓，怎么抓的？这两只死狗，狼，后部，后部，这边好危险，这边好危险，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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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跳不下去，跳不下去，我的天哪，我跳不下去了，还好吧？
你来干嘛？为什么我跳不下来？哇，好恐怖哦！他跑了。哦，跳嘴巴好痛。真落地盘呢？那才真。因为雷狼走了。哎，雷狼对、啊、走了哎。嗯。不关我们的事了。哎、欸，狗，你去哪？你要怎么办？我现在进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。你要嘛死回来啊！死狗的他，死狗的他，只是带着双爪回来了。你走我看。他自己跑过去找你们了，哇！直接无视我哎、欸！我看到了，他无视我哎、欸！但我以为他是要找我的时候，结果并不是。哇，闪开了、欸！出来了，走吧。为什么挖两次？嗯，你挖到大凶彩龙吗？但是两个都是两龙的认为。你是开外挂？是，我还捡到一个超电连光手。哦，没有猫的集体术，好，没事。哦。我想那个几率。给你中到了，第一刀一个不行。哎、欸，那其实我有过哎、欸。啊？为什么雷狼龙直接开红了？哎。嗯，我捡不到。中掉了。红了。我他不行了，他现在。他想干嘛？啊？他想，你想干嘛？他上来没有？悟空，哎、欸，抓！吓死！我想他在干嘛？这么活泼！挂台来去看怕痛的，我出了哦。好，等下挂台也来看。那哪一个、啊？因为怕痛，所以全部点了防御力。哦，我刚才就有说啊，我说。等这个打完，我就要去看。又没有哎、欸欸。有哎、欸，他给我有一个超电雷公虫了。不是啊，我要天灵啊。天域啦，没有天。是天域哦、喔。是不是因为讲错，他所以不给我？我要天域人哦。哎、欸，这只有小大影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说这只特别大、啊。都，你那个后面都是尾巴、欸。这个奖励敲头敲到可以分辨大小金了，感觉问题不对啊，这看起来不好敲啊，不行，最后一场，可以啊，
这场玩休息一下。对啊，十二点刚好达到十二点，就是纯洁牙龙种，桃花小心魔物比较赚，视角没错。再开票，重庆战斗条和道具袋哦，粗暴设计哦，跟变位置，接了吗？接了。你找一下，这里的学者是谁呀？啊？学者在哪里？学者这里没有学者，这里没有吗？有啊。找那个捕获的，他在捕获的旁边坐着的。哦，你说下面的生态吗？嗯。哦，对。那个位置我以前常常走错。我找一下。等一下，就那个队长旁边。哦，看到了。我来更新一下魔物资讯，光猎人皮都是旧的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子啊，好像都是我不去更新，然后都不会在地图上看到，是吗？啊？是这回事吗？哦、不是吗？会这样？不是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都没去理他。那个要更新。二郎真是弱兵哎、欸。是要灵脉的钢龙骨，灵脉不是要打力战？对啊，野狼龙要升到最后一阶的话，要灵脉的8066。笑。稍微看一下雷狼众。这个攻略很齐全，我刚找到了。贴个贴个，哦，这个人家最爱，还要自己慢慢找啊，因为很多。哎、欸，这跟我昨天看的一样哎、欸，嗯，超多哎、欸。我昨天有找这个的，然后下面一大堆最萌妹子如何捏，哦哟，一大堆，哎、欸，要不要走了啦？等下等下我再。好。就多骂这一些。再开魔猎人，啊，可
锤子有推哪一把吗？不是锤子啊，对不起，狩猎敌啊。要看敌啊！八号营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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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号营地。我们啊，看到了。就看你想吹的那个音乐是什么。嗯，攻击力啊。维度啊。看乐谱啊。看乐谱啊。他在哪里啊？八号营地跳去左边啊。我一更新那个摩托罗剑，我忙一进来就放他的位置了嘞。对啊，我觉得是，而且是我们已经打五场的关系耶。我撞了。好啊。那王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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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准备好了。那我被轰下来，换人。哦，我。所以我撞你撞，我撞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抓完了，就抓了两次而已。跑到身上去了。看到了，还在那边。哎哥，他是我。不走啊！我只想前方子弹呢。不要，一条龙的声音。错，没听错，轰哥，打了哈，关不住后面，不对了，就这里了吧。有，怎么了？你要睡？好。我的一发射不是你。对吗？没有，对了。上楼。哎、欸，去哪？哦，他是很微微要往通道冲哎、欸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不去。啊，尖锐石。不手不给我交，我乌龟。哎、欸，体毛在哪里？啊，在这儿。啊，好。我看到了。中。恶劣有。像在这里，走嘞，
你发现啦 ！Oh my god！哇，这么多中彩龙都被你挡住了。可以了，剪掉喽。对呀，完了。会吧，又去找狗了。看来是哦。近亲嘛，交给你了。那个猎魂上啊，打狗，他们近亲嘛，对不对？大概吧。近亲就会对狗跟狗在同一区吗？光台，他叫他的好兄弟。欸没有欸，小红哥，他跟红哥，他们在一号，往一号走，飞一号，飞一号，好，居然来这，一生不容二狗，除非是母狗，这个吗？除非一公一母，除非是两公，哦，好宽哦，怎么撞？没办法，就找超级。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你直接开始疯狂的那个了。来。哇，开场直接带电，太远不理我们是不是？我来。我那个刚在原地，我看现在是红红的。好爽啊！
啊！晕了！晕了！狂野呢？等下小心！现在太远了啊！啊，你说什么？等一下，这边太吵了。说拜拜，明天帮我打黑狼鸟，就这样。哦，好。靠你们了。小字很多呢，骷髅了，真的看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放我走，我要去挖尾巴。掉落了。为什么你在那边挖？我们在这里、啊欸。为什么你在那边挖？为什么在那边？你在挖空气吗？我们看你在挖空气、欸。我看你在挖空气，又不能叫 Uber。我的地洞呢？不对，那么近。哎，还想跑？桥矿，桥矿。哎、欸，我那个洞啊，是不是应该要有个洞？跑哪了？跑在这矿呢？在这。我啊，没脚很紧，可是。好啦，要关台啦。感谢陪玩。拜托，拜托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看来又是明天。哎呀，我看看哦，一个钢爪，两个钢爪，三个钢爪，四个钢爪，五个钢爪，六个钢爪。沼气体术，投石攻击术。哎呦，你的石头比较痛哦。厉害的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晚上跟台跟到现在的各位啦。赶快去休息。那以应该还是会就是一天开个六小时以上啦，因为时数不够，所以要拼一点。所以感谢，看来我们干哎、欸，我打了六场雷狼龙都没掉哎、欸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